我们拿到这个资料，拿到这张订单资料表，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资料？这个内容其实就很像 Excel， 这张工作表叫做订单，写在这里。订单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栏位，有子类别？点一下子类别，有看到子类别、地区、行 ID， 然后利润、折扣，好，你大概看到这些内容。那你接下来应该就想说，我拿到资料啦，那我要分析什么？拿到资料容不容易？拿到资料其实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容易了，接下来你应该是拿到资料之后哦，我们要去想如何做资料清理，因为别人给你的资料都是正确的资料吗？未必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。好，那清理完毕之后你再来去做分析，那请问你要分析什么？因为我现在给你的资料是干净的资料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学会如何做分析。那针对资料分析这件事情哦，我们的分析是依照记录，我现在的记录是不是一笔一笔的订单记录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分析的就是依照这个订单资料来去做分析。有听懂哦？我们是要分析这些订单，例如说这个是第二笔订单资料，订单编号是什么，订单日期是发生在哪一天，订单日期发生在那个出货，发货日期是在哪一天，一定是先有订单才有出货嘛。然后再来我们用什么方式邮寄，客户是谁，我那个谁跟我们买，然后客户的名称、细分，所以有这么多的栏位。好，我在这边讲如何分析这件事情哦。它其实有一些，应该说是诀窍在里面。首先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哦？通常我们分析资料是分析文字类型还是数字类型？我们要做统计分析嘛，对不对？统计分析有听过哦，我们统计分析它基本上是针对数字来去做分析居多，针对类别的了不起在计算次数，可是针对数字我们就可以做好多的分析了。所以有没有可能念数学的人也来那个学统计学？有可能啊，因为真的大部分的分析都是跟数字有关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只要是数字类型的，它前面都会放一个 sigma， 可是这一个它其实不应该是数值，行 ID 就是第一笔记录、第二笔记录、第三笔记录，它不是。没有人在做这两个数字的加总，例如说第300笔记录加上第401笔记录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意义，有听懂我的意思哦？它是类别，这个行 ID 应该是类别。好，利润它就是数字了，然后呢，折扣它是数字，数量当然是数字，还有销售额是数字，可以吗？所以大概你要分析的就是这些。举例来说，你要分析是不是例如说就是各地区的销售额，来去算哪一个地区销售额最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用一个类别搭一个数值来去做分析嘛？好，那在这个地方终归刚刚我所讲的这个观念，你可以算多少种分析呢？这边文字类型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
14、15，这边再加一个行 ID 16，好，16个类别搭配4个数值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 C16-1？用组合的方式 C16-1乘以什么 C4-1。举例来说，各国销售统计，对不对？各地区销售统计，各地区获利分析，利润在这边，可以吗？会算这个东西吗？这是组合问题，对吧？你在国中的时候不会算这件事情，你的人生是黑白的，听得懂吗？但是当你考到公家机关之后，你不再需要这个基本数学了，有听懂啊？好像约略，你大概知道，反正我就是有很多种组合。就是我可以做很多分析，那你是不是要分析完毕给你的老板看？你能不能把这64种全部都分析一遍，跟老板讲，你慢慢看，我没有功劳有苦劳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你觉得你的老板会看这64张你分析出来的图吗？听得懂我的意思哦？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大概知道说，哦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你先看数字。你觉得老板关心这四个数字哪一个听得懂哦？利润，老板嘛，哪一个老板不想要知道说我到底赚多少钱？有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个优先顺序的一个分析。好，当我今天我分析出，诶，那个哪一年的利润最多，然后接下来我就想要去看说，那到底是哪一个产品，还有哪几个主要的客户，好，这样子的分析，我相信是老板想要去知道的。